方免签证，像是意大利啊、丹麦啊、芬兰啊、俄罗斯啊，想回去了，想家了，好吧，那东西带着我们回去吧。因为爱旅行，因为想家，因为免签证，所以掀起一段爱情故事。争取连任的马英九总统，他的竞选办公室最近推出的网上竞选影片《爱情签证》，以俊男美女的清新形象、偶像剧方式的拍摄手法，软性推销马英九过去3年的政绩。影片放到网上一个星期，就有75000多次的点击率，引起网民热烈回响。马英九竞选办公室乘胜追击，再推出另一条竞选影片，同样是爱情故事，推销的是对台湾的认同感。这次的影片长达18分钟，分上下两集，先推出上半集，想知道故事的结果就要多等3天。马英九竞选办公室表示，在网上推出影片是希望更贴近年轻人的传播文化。